蛇狂舞辞旧岁，欢乐文凭好戏来。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亲密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首届 CCTV 贺岁杯啊金立智能手机围甲联赛超霸赛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辞旧迎新之际为大家特意推出的一道系列大餐啊，贺岁杯。那我们2012年的各个炙手可热的体育明星呢，将会在自己的领域上演一场场的巅峰对决，而我们今天呢，就将迎来围棋的贺岁杯。好，我们首先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四位重要的嘉宾。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坐在中间的这位，不用介绍了，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的聂卫平聂吉胜，欢迎您。好，聂老呢在今天呢也会担任我们的裁判长的工作，并同时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点评。啊，坐在聂老旁边的这位美女，哎呀，多日不见，久违了，唐丽啊，唐丽出段。这也是我们著名的围棋的美女棋手，也是我们央视的多年担任我们嘉宾主持的讲师。这位啊是刘京八段，也是我们中国围棋的著名国手，欢迎您。啊，好，这位呢是我们著名的讲师啊，也是围棋的七段王玉辉啊，也是我们文评论道的老朋友了，来欢迎。好，那今天呢我们到会的呢还有着我们很多啊围棋界的棋迷们，以及这个聂道场的小棋手，另外呢还有我们很多的媒体圈的同行们，对大家的到来一并表示热烈的欢迎。好，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请上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唐丽，有请。等一会儿啊，这个古丽的师妹啊，十月的师姑唐丽将会为我们奉献精彩的讲解。那下面呢，我们请裁判长聂卫平宣布比赛开始。双方棋手拆先。这个抓白子这个手好像有点像是十月的吧，鼓励抓白子啊。那就这样做的。首届 CCTV 贺岁杯金立智能手机围甲超霸赛现在开始。他们比赛已经开始了，刚才是进行了一个拆迁的仪式，鼓励抓了白子，后来猜十月应该是猜对了。他们这个比赛是采用的 CCTV 的规则，就是每方30秒，然后有10次的1分钟啊。现在是十月下了第一手是星，然后鼓励是小木。从第3手看起来，我觉得今天这盘棋可能会比较的激烈吧。小木就这样对上了。行。今天的主讲嘉宾，欢迎聂老。啊，谢谢唐丽。很累啊，走了一趟喘不上气儿了。这拆迁结果是古丽的白棋是吧？对。这个贺岁杯你知道吗？我以前只知道足球的贺岁杯。今年这围棋应该是，你看果然是首届啊！这棋这都是60年代啊。这个就像这样
一个80后，一个90后，下了60后的棋。对，这我学棋的时候经常看见的。正常的是肯定爬。嗯。这个，但是鼓励这个棋手也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冲断。要是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想都不用想，一秒钟就爬出去了。就是您说这个时候冲断是吗？对，这个冲断，我认为鼓励肯定是有所，至少闪过那个念头。这立马就进入激战了。对，古大力，所以这是他的有可能考虑的。这如果我是一秒钟的事情，就毫不犹豫的就像实战一样。对，我也比较喜欢平稳一下，平稳调和的。怎么样？你刚才我听着你是比较倾向于鼓励，但这不是一个解说者的态度。解说的态度应该是都可以是，像那个贺岁杯啊，更多的是表演赛。对，表演。对，我认为是都是应该是胜利者，表演的双方能今天来表演的就是胜利者。对，都挺不容易的。对，就是。有这个资格的话其实也挺难的。一位是MPV 棋手，一位是最有最佳主将，就是说都挺不容易的。对，都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啊，就能来参赛都是胜利者了。是。他们一位是80后，鼓励80后。嗯。一位是90后。是。我给他们俩的评价是，一个是80后的下山猛虎，一个是90后的猛虎下山，看他们谁更厉害。现在这个棋呢，依我看，进行的都很平稳。基本上都是普招哈。不能说他们哪个下的很好，也不能说哪个下的不好，就是打最正常的进行。但是这个，实际上就有一点点呢，隐隐约大家会感觉到，因为黑棋要贴7目半，3/4子，这个压力会很重。因为现在棋太简单了，太普通了，所以我估计黑棋可能会拆一。拆一。依我估计啊，否则这加太厉害了。就是加在这里。这个加黑棋一个软肋哈，这个。黑棋不好弄，如果粘在底下被跳起来，这太沉重了。如果拆一之后呢，这块黑棋和这个白棋的对比还是黑棋哈厉害一点。实战妙，就是十月好像比较稳健啊。那我还是觉得要拆一好。这个对白棋的眼位损伤不大，这个对白棋眼位，至于这儿的毛病，就是基本上不予考虑，就是问题外了。这个段我有加，有笨打吃加死，就没这种可能，还是先破他的眼。因为这以后白的过来对黑棋的眼位，最主要对白棋没魄力，白棋可以脱先了。对，就是如果在这儿的话，或许白棋下一招棋可能就要，反正这一带应该下手棋了，没什么好棋下。就是那实战十月是虎这儿的，对，那白棋就脱先了，这儿拆了，占一个大场。这个是对黑棋打击很沉重。黑棋打入。那即便打入了，这个就在这儿，不是也下边一拖就过了？现在你这一拖是过不了。对。然后白棋是跳。十。不过唐丽，我想问你啊，你希望这个贺岁杯就像有以前我看过乒乓球表演啊，就我记得那个郭耀华和陈新华两个华表演乒乓球，就是一个猛抽，一个在后边猛捞，这个表演赛，胜负不是，对，像说相声一样，一个捧一个，对。像这个围棋，他们俩我也希望就是，不要把胜负放在主要是把围棋的精彩精髓给大家表演出来就行了。按照他们俩的棋手棋风，可能还真的不太相同。这俩人我感觉都是猛虎级的，所以我刚才说一个下山猛虎，一个是猛虎下山。但是从这手看上去，好像十月今天有一点就稳健。稳健，对，挺稳健的。这跟像就是人家都说什么这个80后90后之后，他两个就想比拼一下体力，看谁的实力更好。
你看现在下的这个都是日本60年代的棋啊，60年这种棋，我相信这个以前我给刘金、王玉辉他们讲棋数，讲到日本棋数，这是经常出现的，是不是经常出现的？这个现在呢，这是80后下的，这是90后下的，这都是日式的。日式棋手，对，刚才聂老还提到了，就是刘晶，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比赛下面还有就是高手的研究，就是刘晶8段和王玉辉7段，哦，长了一段是吗？啊，对，两位师兄下面做研究，做研究，这招棋啊，就是。我一般的讲棋，我很少批评人啊。那这招棋我实在是想批评一下。为什么呢？这招棋对，因为已经有这个了。嗯。这个的效率就它最大限度就是在这儿。就可以拆吗？如果你拆这儿也行，你这个对这边影响已经很，因为人家已经先站着。嗯。这招棋至少应该就全局大的地方有很多。你好像是貌似在攻击，但是人家在防守的同时对他也有压力。啊，这招棋从这个棋盘拿下来，放上去影响不是很大。如果抢时控，肯定这个这招棋就是所获得的不多。嗯，好，但白棋还是防守了一下，防守了一下。对对对，但是这个防守是不是对这边还是也有压力？有压力，有压力。嗯。比如说这个搭就很厉害，就白棋可以搭着。哎，你只好冲吧，他断把你就可以。你打你提后手，你接上他贴住你的气很紧，就可以包进去了。对对，包进去，而且这个对这边影响很大。你最主要你现在跳不出来，你跳它一样一样一样打打的，这棋就很难包走。嗯，就是有可能，就是准确的说，完全联络的有什么招法呢？这个。另一个，对，这是肯定连出去了，还有这个，啊，小，但这个都对眼位有缺乏。比如说将来这个东西一来，眼位全棋的眼位自个儿也有自身有问题，嗯，所以这现在出现故障，主要是这招棋缓了一点哈，稍微。我认为这招棋要想抢控就直接走，现在他走什么了？现在是。做了就是这两手交换以后，黑棋是拆了这个，还是说这个，那这张棋用处不大，就是没必要做这两个交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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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自己也少受点压力少得多。因为想，哎呀，跳。这个棋变成非走不可了。如果被白的做过来，这就完全失效了。如果走的话，就有缓的感觉，就是太慢了，对吧？白的过来之后。将来白的还可以侵入，这并没有围住控。现在他这个，现在黑棋还没有，但这招棋如果不走，被白的走过来，这就太失败了。貌似在这儿10月应该用掉了时间的啊，应该时间蛮久。哎，我刚刚跟你说到郭耀华，你对郭耀华这人了解吗？我。对乒乓球的记忆啊，就是蔡振华，然后现在的什么张怡宁啊、王楠之类的啊，就蔡振华。对上，你说对了，蔡振华正好是郭耀华同期的人啊，就是郭耀华连得大概3届世界冠军吧。那也挺我是不是3届我可不知道啊，但我知道庄颂肯定是3届，郭耀华至少不是1届，最少是2届，或许是3届。跟他同时的就是蔡振华，连续获得在郭耀后边，还在后面跟班得亚军啊。哦，郭耀华拿过多少次冠军？蔡老蔡振华就拿过多少次亚军？你明白吗？就是郭老退了的时候，然后蔡老才上的是这意思吗？不，才同期的啊，同期一个是冠军，一个是亚军，一个是乒乓球的绝顶高手，一个就是一个庸手普通的这个。嗯。亚军永远都是最普通的，这个冠军是最厉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呀？我想问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想知道吗？啊，郭耀华是围棋爱好者。哦，围棋下的他自己跟我说，他乒乓球之所以打得好能得冠军，是
围棋。刚才他说的蔡振华连续好多届的世界亚军，也不能说他乒乓球打得不好，但他只能得亚军，为什么？他不会下围棋啊。鸟现在是跳一个，然后白棋手脚。对对对，这个跳呢，是为了这个正，这个确实很大，它这个路也很多，证明这个的价值，这个需要跳的。没办法了，没办法，必须得。如果被跳过来，这个还能先手顺出来，等于全都没有了。但实际上这张棋我们还是觉得没啥意思。嗯。现在十月进来啊，白棋先手脚，然后黑棋这个时候进去，偶尔露出峥嵘来了，平常看不见，有点现在偶尔露峥嵘了，对，要杀进来了。就是照理说应该是挂脚，然后再手脚，然后现在好像这个就是白棋你看一二三四还要杀进来，我这回非常适合90后的猛虎和80后的下山猛虎。颠倒一下，哎，来战斗一下，这肯定古力特别喜欢，因为他这个有暗藏的先手，这个有暗藏先手，这个跳进来很大。嗯，但现在黑棋这两手很重啊，现在。我们都不用替他担心。是吗？那个十月这方面也是他的强项。就是腾挪或者就是坐眼是吗？哎，有，就是关键就是活了赢不赢。啊，就活得舒不舒服？哎，活着有时候围棋就这样，你活了，好像看着你所有目标都达到了，最后一看，哟，还是不够，不够了。嗯，那也很痛苦，其实。现在呢，就是说呢，你现在我们看黑棋，这个棋由于外边的白棋都比较硬，这个棋前途很小。20。我刘金和王一辉，我想问你，你们对这个形势判断，我们通常对空角，都评价比较高。有的时候认为它有实木什么，现在这个棋有实木吗？肯定要减一点。对，他们说的对。就目前来说，这要减点。对对，因为它现在很难围到空。你比如说你走到这儿，我甚至就可以直接把你脚点了。嗯。因为对旁边白棋，你看多硬啊。挺厚的。所以这个棋呢，黑棋有一定的风险在哪儿呢？黑棋这儿不到实木的话，那就这儿的木数就更少了啊。就更少。嗯。全盘就在这儿。只要这块木白能点清楚你多少木，他别的地方这个有前途的这种东西很多。这儿有个角，这儿也有，这儿还在。最主要这儿有缺陷，这个东西还露着风了。这个东西来很难弄，怎么围不知道。下边好像还可以再挂一下。那可以弄的。嗯，而且就是这个棋呢，黑的被动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最紧迫的还是右下角。对对，至于这个十月看怎么腾挪，闪转腾挪出去，嗯，有可能直接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现在说的都是我们看得见的，对，眼前的。嗯，要在就地做活有点局促哈，但是如果出头鸟，你看这儿能出去吗？能出去，能出去哈。但是出去他加一个也还是仍然非常非常的棋形就太难受啊，就是。这儿加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很难过啊！就这样，连回去。哇，这棋形，这个五子棋，非常的这五子棋的下法，这嗯。实战黑棋是往这儿搭的，嗯啊，靠。这儿呢，如果说老实话，白的硬不好。就是啊，这是我突然觉得这三个好像也挺重的呀。就是如果黑棋出去的话，那是当然。嗯，所以这样他们经常能就是现在这个很多90后的棋手和别的什么70后、80后下的时候，嗯，形势有时候这个开始局面掌控的不好落后，嗯，但是靠着超长的力量，嗯，就可以出现其他的情况。啊，现在准备看来对古力也使这招，也是。那古力平时就有超长的力量，那这招棋我看不懂啊。这招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下出来的招。为什么呢？这个替人成空法，过去我的老师啊给我讲过，围棋就是不可的，最不可的有十大法，就是别人的死棋送活法，嗯，自己的活棋走死法，什么替人成空法，这就是替人成空，这肯定是替人成空法，嗯，关键是替人成了空之后杀得死杀不死。如果杀死了还可以哈，对，那还可以，那叫杀棋啊。
对，那个这棋一走，这块控制就牢固了。嗯，本来确实走在这儿，我以我的这个判断，黑棋很难赢。当然，你们说这个也行。嗯，回头你们问问十月，他愿意这样赢吗？说这张棋一走就硬在这儿，他很难过了。现在走这个这张棋，这边已经，现在就看这里有什么。对，棋从断出生，看看这个。他主要是要这个先手，就是打这个先手。嗯，可能有什么有什么变化了，我搞不清楚啊。黑棋有没有？或者他要这个长，就是你这么一打，你怎么如果打这个他就长。有可能啊，有可能，但很损啊，这几下，这太损了。最主要这招棋，人家有可能人家打在上面，有可能会不会这么翻出来？也有可能，正好挺狠的哈。有可能，就是这个棋让你吃到这个子儿，外边拔一个，他这儿先说打一下，对，这就棋，总体结算我认为还是便宜，就是如果像这样吃，打这个，打这个哈。打这个，这是一个职业棋手心里的感觉，就是专家们都打在这儿。对，你刚才唐丽说打这儿是可以的，这个查不出来了，查他接上这个这边，对，他白的全打这儿，然后提了，就胡下去。我打一个，这个大概是决心。就转身了哈，大家都转身。哎，对对，就这个是不是打得着不知道，但是可以在这儿先。比如冲吃掉，冲吃掉，这图白的我喜欢这个黑棋。哦，对，我也喜欢。喜欢这个黑棋，我不喜欢白棋的下法。不过实战他们进程还挺快的，实战还是比较，稳健的打到这儿。嗯。然后白棋是退了一个，哦，这样黑棋就出来了。嗯。那好像目前看来，这个地方的作战量，我觉得黑棋挺成功的呀。挺成功的啊，这儿送给人家了。对，这个没这儿没什么必然性，挺重。看来呢，这个点的时候，这个接呢，有点想当然了。我给大家介绍一招啊，就是人家有时候点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大家想过这种棋没有？哇，哎，就是这样。这个当时是这样。如果这道棋能成立，这个点几乎就不成立了。嗯，就如果啊，咱举个例子说，你吃，他接上，你一提，他把这一蒙，黑的，就取个先手。黑的中盘就该认了。当然，有人说他吃在这儿，退回来，比如说你接这儿，他断两下，这也封住了。嗯，你接这个，他上面可以怎么样？至少可以压在这儿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直接冲断。只要能把这些看清楚，这招能成立，能成立就比单接还是好。这我并不说这一定是哇，这是有这样的手法的。而现在这个接，就是通常是，现在是这样的，搬了断了一个，这吃了一个，吃一退再跳，跳，然后。走这个，嗯，再打这个，提掉，然后飞出来，嗯，这个俩人绝对在比硬气功，硬气功啊！通过这一轮转换之后啊，得失怎么样？我们看一眼啊，我看一眼这个。我主要是这个地方，他点一个我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是点的时候，是不是能走到这个白棋，能不能团是这个意思吗？团肯定不行，团被他断了肯定。外接扳白棋控也，白棋就是扳的时候，就是我再也想一下啊，作为职业棋手来说，扳这个让人断吃，这么吃让人提一个，太亏不忍受。如果说是团这个，那他眼位太好，也不能忍受。所以，以我估计，以我的性格，就是我要搬下来接住，让他吃掉，我打了退出去。这个我不能让他活。嗯。如果他活了的话，
这个我这个脚还被人搜刮了，就是我的控就有危险。嗯，二十，接上，接上，恐怕只能接上。三，二，如果我是鼓励，我就打了扳了接上，不给他这个提这个。是。提这个他基本上就要活了，这个。打赤。嗯，下面就考验鼓励了啊。嗯，打是接还是？哎，师傅是接的啊。如果鼓励不给我面子的话，就是说扇他嘴巴这个。啊，鼓励呢？是接了吗？接了，接了，接了。那看来还是我徒弟，我还认他这个。这肯定是打了退出来。嗯。对。退。嗯，就是其实还是不活，黑棋的形状其实还是不太好，不太好。而且最主要，白棋这个之后，将来你这个地方先就这个不一定是先手提，嗯，比如你吃我这儿吃你提，这个我可能已经活，这个对对对，就这也是白棋稍微那个什么一点。哦，这个他要先手，这有这个手法，有个跳啊。哎，你冲接，你都吃的这几个没啥意思，他跑连回去了，他大概白棋尖一个什么之类的，嗯。哦，还是补了一个啊，只能走一个，是没有断吧？啊，没断，它可以冲啊。你吃我接这个冲啊，不这他我还得走，不走肯定对，肯定还得走一个是不是往外走？还是如果白棋这个尖如果是先手的话，那黑棋也挺局促的这一带。如果白、嗯、我想如果白棋能把这儿连上的话，连成一片这块黑棋至少不能压，这有可能会走这个。这是先手，他这个不肯出来，出来对这边威胁太大，哦、就不用浪费这个、哎，不用浪费这个长下来，他要连回去，不连回去有危险。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这个打拔已经变成后手。嗯，那看来是不是，十月在这个时候，刚才吃这个应该再狠一点哈。刚才吃这个好，吃了提了，把这个子冲出掉、嗯，这个打吃是绝对的先手嘛。这个木，你刚才的目比现在大，你别看刚才白的把这个吃了，刚才这样的黑棋目大得多。对，这个一吃掉，这个脚上点脚是随便玩儿，这点脚啊是这个一冲吃着点脚就是肯定火一块。嗯，哎，那个局面比现在生动得多。嗯，现在黑棋也还在敞口。哎，又要用掉一次各把次，可能比较难吧，现在选择。哦，他现在是贴出来，嗯，就相那就还是多护住这个，对，还是护住这个段，嗯，大概白棋会长一个，这扳有点受不了，这扳的你嗷哇哇叫啊，嗯，这两手一交换，白棋的眼位也挺足，嗯，黑棋应该没得选吧？会不会？嗯，有点变化。现在我看看这争子怎么样？争，这边在这儿的争子，说他搬一个你会走什么呢？你招呼住了，他挤呢？挤接上。我如果断了，断十，我挤一个你，这是无条件的啊。我断，你有一种下法就打吃。你挤的时候，我能不能先打不上了？打不上，那接上。断了。贞子，好像。贞子争不掉。贞子没力，贞子白的不行。他就是打了长，你断这个。二十。好像白的不行。白。嗯，他。这个、那打这个，我如果打这儿呢？打这儿我长啊，长，然后我再个崩断了。断，来得及吗？断来得及了，来得及。比如说我拐一个，那我就直接收气了。我是先搬一个，应该是先搬一个，这样我拐。我收气啊。我连搬。我吃。那我随便了，我外边走，我这个这脚上也搬着，你就吃我这几个外边都是我的，那你这棋还不？找八国了，这个你就吃我这十二。这奇金哦。奇金，这是叫活棋连通啊。对呀、啊，没什么，没什么。这黑的把这个外边都收紧的话，应该害怕。
假如是这样的话，但是刚才我没看见了，打了街上是咋回事？打了街上。打了街上。哦，就搬的时候就打了街。哎。好像黑棋也封不住白楼。好像。好像。好像，因为他们这是坏会计，也只能瞄一下。对，我也是看着封不住，哦、但是怎么样？封不住好像。嗯。就像相当于就是黑棋全部弃了。这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啊。对。对，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他实战呢？实战没有，实战还是虎国，就是。啊。嗯，实战虎这个。啊，但是被删一下。啊，被删一下。就清了。对，这两个其实现在。这已经清了，这个。清了。被删一下这个。嗯。就是最主要你这儿放了一个。嗯。如果我刚才挤这个铺。这儿不用浪费。对，这时候起铺就可以。现在有了这个，这个就价值变小。那如果先把这儿，哎，先挤了，先挤了再破户呢？先挤了。就是要不然，对啊，挤了这儿多一个点嘛、啊，但好像有点俗啊。俗俗俗俗俗俗俗，这个棋，恐怕为了让大家过个好年，十月不肯把这种招拿了，俗手让我们看一看。但这种出手也有用啊，今后这儿明显多了断点嘛。嗯，现在不是鼓励我看着这儿补了一个。嗯，对，补了一个。嗯。现在虎了就没用了，这个断它可以吃掉。对，嗯，贴长。下五子棋已经赢了，白。五子棋已经赢了。现在这块黑棋还是。哦，推车了，这样，他是不是有一个顺调吧？然后推了，然后，但是这两手交换有点下不出手吗？嗯。对，白棋现在还没，武力现在还没有长点啊。不过白的里边也是的。就是这个武力是应该这并一个。并一个。哎，应该并一个。把这两手先交换。哎，把这个要交换，以后来不及了。哦，这现在交换能做到，时间长的，嗯啊，还，其实我觉得这手棋也挺俗的呀，这样应该要长吧？我觉得，啊，不愧是聂老弟子，嗯，病了，你这要走一个，就我如果是我这两个就不交换，就如果我要长这个的话，我就不交换、这个，不交换这个，我直接尖在这儿。嗯，如果能走得着这一招的话，就行。就怕被黑棋删。他现在有可能接这个，他拐出来。我这么想的，有可能拐。如果他长的话，这就不该走。嗯、拐出来就是还是想对这块棋进行，嗯，是拐的。拐了。嗯，拐的。拐了有一点点目数的关系，就是你不敢先手提这个。嗯，你先手提这以后，我吃这个的微信这个盐，对，只有半点了。嗯，这目数稍微好一点。另外呢，就是这个跳有可能先手，但是这个打也舒服的，对啊，这个愉快之极啊，这愉快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这个。我估计十月下这个棋的时候，棋拍在棋盘上，浑身都抖一抖，有一种舒服的感觉。粘吧，你老人好像不好意思粘了吧？粘了，应该是这跳一个或者这跳一个。二十。或者这刺一个，就是、或者这刺再刺一下。或者是这跳。跳啊。跳。是不是这边？现在这个刺就严厉了。嗯。这块棋。就是这块棋好像黑棋也挺难的，现在嗯，就反正始终就是差手棋。对对对。嗯，这儿这个底下呢，我们是现在说的就是开始的这情况，就是这个目数是什么状况？比如说这块多少目？嗯，二八。这块一四还有三。如果连出去应该三十多目，就是这儿有目的话。这儿有目的话，快四十了。没有四十，没有四十。快死，接近了。没有，三十已经三十出头。嗯，不，我认为三十就封顶了。封顶了。这样总不能说人家尖你随便让他放进去，如果这尖是先手的话，
35以下。30。35以下。你要如果现在让您选择的话，你愿意下黑的还是白的？这刚才我肯定愿意下白的，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一代黑的大幅度的追入。大幅度的追入，就是现在好胜负。好胜负是肯定的。现在这块棋的做活，如果上到那边的眼位，就危险了。现在如果他现在刺，我都没看清楚走什么这个。我看见古律好像特别紧张，28，啪这儿一下。28，就是读秒读到28的时候，就不想浪费一次劲儿飞点一个。其实是不是还不如这儿飞点一个？我觉得这点不是顺手了吗？这个很顺手啊。点有没有冲？不能冲断。哎，好像是有冲断啊。冲断，我往下走呢。比较急。你只好接住。我立下来，你挡住，把这吃了。你要伤，往那边去了。那不行。那你有问题。你好，这个时候我挺想脱先的，就是想补这边，这儿。是，这边。好像可没什么关系哈。首先你断，他这儿有半只眼。而且断这个好像怎么个断法呢？拱啊，拱啊，这拱这个，你要问我，我教你就是这拱，因为你这个尖它更容易做眼，这个是更是、就只有拱这个断的话，有那有可能它还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时候黑棋可以脱先，可以考虑一下脱先，但是这张棋很严厉啊，就是如果白棋点这个啊，你这棋往外跑的路太窄了，太窄，刚才我们说只能并着，现在他这儿有个并都不行了，这个。如果你走这个，这个路太窄，比如说他长一个站弄一个，那你很危险。脱先还是要脱先，只能走在这边。他现在是刺一个。对。那刺一个，他大概接住这以后变成无条件的。古力还没下。我相信会接。接。我相信。我认为能，这个不是施展这个手段，这个时候要不要施展？这个人家这边有毛病，正好你欢迎你这个，欢迎这个时候。这人家这招其实是已经补在这边了，你这帮人家这边补毛病，这跟刚才我介绍那个是不一样哈，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是职业棋手，除非他是利用这个，他是30秒一步，我利用前20秒，我再想想其他的，这个粘不是要粘的。粘了，然后跳，他也没补，这要跳，就还是留了一个毛病给他。这不是他最留着这个最简单的毛病，从这儿冲断就是。现在就是说，古力如何利用这块棋的问题，然后使这儿获得先手，然后对这边有危险，通下杀手。这是最鼓励最简单的取胜办法。十月就是如何闪开，把这个鼓励的杀手锏如何闪开，利用他现在时控上或许占点优势。聂老还真的是很公平啊，给双方都找了这个设计了路线。这块棋确实问我是最简单一次一并，他就可能很困难，就刺了这个，刺了并这个还是并这儿，并来让我考虑考虑。反正怎么并，这几好像确实都有先手。我这个双，我认为都能成立。就是双，就是我这一代肯定有先手。对，有先手了，这块棋就危险。这黑棋蓝局啊，现在你看已经拼成这样了。现在很多人，要是我们很多爱好者在该黑棋下都不知道走什么好。据说这该白棋下，现在就是，所以这十月的胆量也是很大的。会不会着急啊？娘，现在就是间断了。当然，我是不太喜欢这样的断。对，您说的是这种断啊？不是，现在你一定型，它就容易出眼。就定型太早。
这儿我不知道这儿无论怎么就应该先把它点中哈。它是什么？难道保留这个靠吗？靠它？它怎么会这个还保留？这个奇怪啊！嗯，十拖这个，那它搬呢？现在不是它这一搬这个拖搬瞎弄了吧？也不行啊，对啊，一般断不了啊，现在断一长，嗯，这儿有断呢，不会这样吧？不会偷渡？不会不会。那总不能退这儿，退这儿？不是你，我告诉你啊，你走这个我就挡住，你断我一跳，你接我就这么搬着长，把你这儿全吃了，你给推到爪哇国去了。哎，连板。哎，对对对，连板。哎，这是围棋。刚才你那个那些不是围棋，连扳也有问题。但是连，我是特别想打了把这个吃下来，但是不知道成不成立啊。但是就算打了接，如果我单长呢？单长。嗯。二十。单长，能，一打了一扳。我单扳啊。你这对我就单扳。只有单板哈，不交换这个哈，也不损一个。那你退回来，我就把这吃了。嗯、黑棋是要弃子吗？现在？那弃子，弃哪个？应该叫背吃，不叫弃子。嗯，弃子不行吧？还没有，这两手都还，白棋还没有，估计，古力是不是在想狠招啊？不，这就挺这挺狠的哈，尝这个挺狠的。三十，挺狠的。嗯，嗯，现在双方有点难解难分啊。那是尝了。嗯，嗯，看来。古力还很给师傅面子啊，师傅说的就听老远就听见了，你看我这个功夫有多好，这啪的气就发过去了，那就照我说的下这个。师傅那边有个耳机给他带着呢。是吧？这个确实你要爬他就搬下来。嗯，就是啊，挺难的，黑棋这儿获得点木数，他吃了也获得点木数，你这死了还是大？太大了哈。这儿还是有这个刺。嗯。所以如果这些被吃了的话，我相信还是白棋稍好。嗯，我相信是这样。啊，现在黑棋真的很难了哈。啊，真的是爬这个了。嗯，那有啥办法呢？也不他黑白的就搬了，这个只好退回来了。嗯，是。现在如果这样断的话，他吃，你吃他提，你接上他把这个活了，你还得去连那个去。就是。那这儿的毛病就啊，这儿他这儿刚才点一下，就这儿点一下，他立在这儿了一下，他这一点接上，那黑的太苦了，对不对？断这个。真的是断了。是。啊，现在特别激烈，激烈吗？挺激烈的，我觉得。我觉得这棋，我一时半会儿没看清。离认输不是很远了。是吗？聂老，我们这个好像这一代的变化，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想请一下就是下面的师兄上来给我们大家细分解一下。嗯，好。啊，聂老你就休息一下。好好好好。有请王老师，很照顾我啊。你好，辛苦了。谢谢您啊。快走，快走。喂。那么，就确实这个地方的作战，显然，唐丽，我感觉跟你老判断一样吗？是这个，应该是胜负的关键了啊。就是很确实，看上去黑棋非常的勉强，非常的辛苦，对，包括白棋长到这儿的时候，感觉上黑棋有点弹了。对，感觉上黑棋不知道在走什么。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手法能够支撑啊？刚后来黑棋
抽了一个，对，然后白棋点刺粘上。其实这个点刺是不是老早就可以点了？对呀、啊，我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它一直保留到现在。不过还是点到了，点到了，还点到了，点到了就好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是核心，黑棋其实看上去勉强啊，但是实际上我跟十月也很熟悉啊。十月的棋经常是这个叫险中求胜。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不要看着他好像很勉强，就断言他那个这盘棋就不行了啊。他这个很多次都是如履薄冰，但是最后还是走过来了。实际上，现在这个棋，黑棋能不能在白棋的这个薄弱环节冲击出一些东西来，那么是非常重要的。白棋肯定要断，肯定要断的。断了。但是王老师，我觉得这块儿黑棋气也挺短的呀，他怎么个那个扭转？他首先他这个粘可以长气，他这个粘你粘到我爬，我就不用做活了吗？对。但你就算粘，你这儿空间太小了。现在就是看这儿有没有味道啊，打吃。这儿味道。你敢不敢粘啊？你这个棋，你也不一定敢粘了。为什么不敢粘啊？你粘一个试试。我粘呢？他这个粘是先手吧？对。冲。我再。哎，你再。哦，我先打吃这个。你先打我的。先打。你先打我长。长。哎。就次序还是挺重要的。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复杂的。但是这你怎么办？那这三个子棋筋如果冲过来的话，黑棋两块棋连到一块，也算是渡过危机了。确实，你这个题很大，就是到外面了，其实确实很大。但是你要知道，白棋的本意啊，鼓励的本意，从长这个开始，他是准备要杀人的。对，这三个棋筋他断然不肯死。你看他实战啊，实战他没敢接。对对对，他打的。不敢接，他打。打。起杀心了还是？对，但是现在能不能杀掉也是未知数。你看，其实十月这个地方的防守还是挺稳健的。他先不接这个，他保留将来旁边拐打的可能性。那么这一拐打，如果你只能吃回去，他先手一提，这边也厚实了。所以这个地方看上去啊，真的不要觉得没那么简单啊，真的不要觉得好像古力已经占尽优势了。这么，我觉得啊，客观的来说，这盘棋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刚刚有点云里雾里。对对，那么前面转变太大。对，前面聂老师讲的几个地方，实际上都是特别核心的，包括这个跳不好。这个跳不好，然后黑棋点角的时候，白棋这么杀出来以后，白棋的作战前景其实是不错的。那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么反打是特别好的呢？哎，有可能。那么我觉得前面白棋有一步坏棋啊，白棋可能这个虎稍微偏软，缓了一点，接是不是？接在这儿不给黑棋打到这个的机会，可能会好一点。我们先看的实战。哦，这样黑棋已经活了呀？是。一拐吃就活了。一拐吃就活了，拐吃之前有没有可能交换什么是吗？交换啊，好像还不太敢。完全也不太敢，就保留一下喽。反正那么现在黑棋看来也还是先做活。先做活，算是躲过危机了吧。还真让你说准了。这个、那这边儿这儿不是还有一兵吗？那就是还要被刮一下。是，只是躲过危机，并不是说这棋就棋势就好啊，并没有说逆转成功。这个棋呢，还是要看白棋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继续的第二波攻击啊，这个手段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超高效率的回报？无外乎也就是这个地方了。很激烈，哎，我觉得这个棋啊，唐林，最后的输赢啊，确实像聂老师讲的，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是。但是从这个过程上来看，还是挺激烈的，很喜庆。是。这个贺岁杯，我们要是看一盘铺铺地板的棋，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对。那大家从一开始没有十几步开始就杀起来了，然后一直蔓延到全盘这个战斗。你看这边还空着呢。既然这边杀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呢。空了四分之一个棋。那么现在在这儿呢，我预感啊。我预感黑棋可能不至于崩溃，就是大不了就偷渡回来了。对，白棋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手段，但是要想把黑棋直接给击溃呢，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战斗还很漫长，还很漫长，很有看头。对，我觉得这一代，直觉哈，可能这一代还会有更激烈的战斗，因为这块好像黑棋就一只眼。这个他棋是先手，现在这块棋很厚，也没什么。实际上，唐丽，你发现没有？黑棋捞得很凶，黑棋这个打吃这个飞，每手棋都走在了这个价值最大，然后这个最核心的，就撑得比较厉害。对，那么这边呢，实际上黑棋确实是欠着手数呢。现在白棋先接，对这个接考验，这有点痛苦的，这是有点痛苦的。提这个是，那么这个题的话呢，活不了啊、这个题被搜刮的也是比较很惨重，题肯定就是对，眼睛就活了，然后我这可以铺一个，你还就
在这儿活。是，这个啊，这个时候问一下，黑棋还没下，没下，很心碎啊。这种地方作为职业棋手来说，被别人问这么一下都很心碎。心碎，心碎，真的心碎了。哎，大过年了，别心碎了。对，但是他好歹活了，活了还是开心的嘛。对，细节上付出一点代价总是难免的，因为黑棋毕竟在这捞了两票了啊，两大手棋，就这得还债，这边得还一点，这边还债。那么现在古力这问一下，基本上依我看也是像命令型，像命令型，命令型，因为现在有些棋啊，你不敢轻易交换，比如说你现在粘好像是可以的。那么它可以爬，对，看上去你这个地方来得及吗？现在我要是，起杀心，不行。起杀心，它其实爬完了点掉，也挺对，给这个点好像点来不及，点不到就弯。那么以后点得着。现在你再走也可以做破，那么也可以点，这地方要付出一些代价。所以现在鼓励对，你看十月还是十月，这个地方要冷静。十月这地方要冷静，冷，你。对，我觉得古力这个粘跟提交换呢，其实有点像打将。打将这个先手应该是怎么都是属于白棋的先手，不太可能会被你收掉。那么打这么一个将的话呢，好像是不是对这边外面会稍微有一点关系？这个也有可能被你收啊。那么它粘一个或许有必要，但是这边玩确实像这种点啊，那保卫会有一点。现在爬，那么爬的话呢？黑棋只有黑棋这个不用虎吗？黑棋虎的话，黑棋虎的话被点一下会不会有问题？因为白棋这个扑实际上是先手。虎啊，强硬的虎柱。虎。黑棋还是虎柱，那么白棋很想顺手点一下。应该点得着吧？点，如果点不着，他虎一个意义就不是很大了。那不虎的话，往哪儿走呢？那他已经虎了，是吧？他虎这个了，已经虎了。那么白棋这个地方肯定要动点手段啊，不能就这么脱先了。那就点了。是我感觉应该要点了吧？对，点。好像黑棋就接住，好，针锋相对，显然下猛虎，对，黑棋的语言就是说我不相信，虽然我这一根棍子啊。我这应该棍子看上去挺玄乎的，这边路也不，但是他坚决不相信白棋有手段能够杀我啊！白棋就这样，他粘上我这儿，不行，你这个地方要慎重，对，你要慎重。你像这地方呢，你要先打他一扑，你还是要回过头来做活。实际上你可以看成以后是扑和这个粘的交换，白棋这块其实已经活了。白棋这块其实实际上是已经活了，现在黑棋不过也没有问题啊，黑棋一跳就连过了啊。拐，能过这儿，你挡不下来。对，你如果挡的话，它这边一冲断啊，或者先尖一下也可以，然后一冲断，反正是度过了，是没事的，是没事。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就差不多到一段落了。黑棋闪过，就是刚才看上去好像黑棋摇摇欲坠啊，要崩了啊。那么现在看上去黑棋闪过，黑棋跳了一个，没有跳，白棋这个，哦，对，不就是。他说强调这个断是吗？这个地方你要单从目数的价值来看呢，肯定跳在这儿，亏的挺多的吧？目数更大一点。是。那么他这个缩往回缩了一下啊，缩一下，这个就是拳头准备好了，更有力的打出去。鼓励他肯定知道嘛，这手棋不在哪里，这个目数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啊。那么走在这儿以后，他这个地方拳头已经准备好要打出去了。那我就补一个呗。补肯不肯呢？如果补的话就落后了，因为这边有一个，你看他已经走了，这边有一个超级大的大场。如果说这个大场，比如说你像你说的，你在这补一个，那么这个大场让白棋占到，双方时空的对比啊，一瞬间就错位了，就错位了。那么实际上他现在一定要抢这个，只有抢到这个以后呢，黑棋才能够确保自己在实地方面的这个优势，就耍大龙。那这地方这棋真的是如聂老所说啊，猛虎下山跟下山猛虎，就是这双方是针锋相对。好，大家很了解，就是我知道你要往那儿下，然后就是互相给对方下套，但是对方也往里钻，属于这种。你的语言我很明白，尽管我明白了，我也不按照你说的办。对，你看，你这不是想让我在这儿补吗？我一定要抢这个，这个棋双方的语言非常的激烈。对，我是觉得黑棋还是撑得挺厉害的。是，那么这一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战斗才刚刚开始，这个。
第一波、第二波的攻击已经过去以后，白棋现在是第三波的攻击了。第三波的攻击，那这个虎很厉害啊。嗯。这个说实话，十月这个跳完了以后再飞，感觉上还是有一些浓浓的拼搏意识啊。这个形势刚才看上去其实也还很难讲。没那么。也还很难讲，他这样一拼的话，那这个地方看上去像是一个新的胜负出路，因为白棋啊。白棋在这儿已经忍耐一手了，已经忍耐一手了，这地方又忍耐一手，等于连续两只手攥成拳头都缩回来了。那么这一拳在打出的时候，这个十月能不能扛得住啊？哦，像接上。那我一贴过来呢？这个要不然现在先挡一下回来吧。先挡一下。先挡一下回来吧，还是挡一下？反正差不多。反正结已经没有结的关系了，先挡一下。先把这个先救回来。然后挡完了以后再看这边，再看看是尖还是贴还是怎么着，还是这儿有炸呀？这地方，要不然他以后吃完了点这个，死活不应该有问题吧？没问题，死活应该没问题。没有死活问题，白棋就不怕了。反正白棋这地方也没什么目啊，还是挡一下，挡一下。挡的话他尖，只有尖，尖还是断是不行的，断这个有点损。先断这个。断这个可能也有点损，哎，还是断这个好吧。但是这个目数好点。哎、断这个好。目数好点，那还是先吃吧、这个。对，我觉得白棋这几下没有必要保留，白棋走这个，这样断的话，反正，对，一样的。白棋这个地方总是有半只眼。哎，白棋这个地方的半只眼还是挺重要的，否则这个局部黑棋尖的话，白棋还没有活劲。这地方自己生出半只眼来还是挺重要的。要不，其实我觉得，要不还是先走这边，万一以后打劫，这儿还是劫台呢。对，也有可能啊。不过但是他是吃了。关键是这个地方下一手棋走在哪里，唐林，现在能不能够奋勇杀敌，把这个黑棋全部歼灭？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我刚看了一下哈，大概走这个升贴好像有点升贴危险，升贴都有一挖。对，我就看有挖。要不歼这个吧。煎这个哈，先暂时。等会儿我们看看古力这儿给出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是什么啊？我是觉得要么煎要么长。我第一，我感觉说法贴好像不太。贴好像不行，贴被他一拉。对。那么这个长跟煎，感觉上一感觉是长好，煎的形状感觉有些歪。王老师，你看我说这个对不对？如果假如说就算没有把黑棋给吃掉，如果放他出去，我顺势这边攒了一排出来，这下边不是有危险吗？你要能把这个全部歼灭，那这个棋白棋也要赢，也算闪过去了。就是，哎，你这个下法还真的是，现在古力开始长考了。现在古力还有时间吗？看得到吗？刚才这边的时候还有五次，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有两次吧，感觉上两次。现在显然。至少还有一次啊，还有一次，至少还有一次，因为他现在在花这个一分钟在思考嘛，还有在思考，在思考。哎呀，这个棋，我是觉得他们这个棋有意思，太精彩了，挺精彩的，太精彩了，身体都果然是贺岁杯啊，这个名副其实，确实是在这个春节这么一个期间啊，喜庆的这么一个氛围里，我们作为讲解者欣赏到这么一盘跌宕起伏的这么一盘棋啊，也是。感觉内心很澎湃啊！对，挺高兴的。一边讲这个棋，一边讲的这个人就兴奋起来了。是，刚开始还有家属亲友团热场，这个也挺好玩的。是这样。好，黑棋虎这个。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虎。然后。虎这个。虎这个。刚才确实，咱们在摆的这个托啊，还真的不能长。长的话，就用你的这个唐丽说的这个挡上那个带尖，对，可能后续手段就不是很多了。那么现在呢，还是要逼迫黑棋在这做活。黑棋黑棋刺，黑棋先刺。刺，哎呦，先刺这个考验打不打？打，我觉得古力肯定要打。再说这个古力肯定要打，看古力对能不能给师兄个面子啊？这能不能打一个？这个我觉得作为古力来说，怎么也得打上来吧？这不敢打，哎呀，说不过去哈。这个说不过去，说不过去。这个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哎，确实，挺给面子。哎，是，那必须的，一家人嘛。这个，哎，这个黑棋要有准备啊，黑棋实际上就接上了。啊，接上。黑棋其实就要求做活，他这样通过这个托，其实里面眼位已经有了。他是不是就准备走这个呀？就是不用交换这个。如果能做活，那肯定保留的好喽。保留，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是先手，白棋这个是先手。这个是先手，然后这边再发生战斗。白棋，白棋肯定得接。没接。这个不接。
哦，这个都可以不接。嗯，那黑棋也不敢吃啊，也不敢吃。对啊，你不敢吃，那我就可以不接。能保留，能保留的都先保留。是，厉害厉害，这个棋。所以这个思维啊，下棋的思维需要跳跃性。你看我这方面我不是缜密性好吗？哎，缜密性是一面，缜密性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比较一流的棋手。嗯，那么除了缜密的思维之外呢，还需要一些天才的招性，需要跳跃性、创造性。对，创造性。对，缜密性可以让你成为一流的棋手，成为超一流的棋手呢，要有一些创造性。你说的很好。这个提一下，现在有问题了。那这块一接不就火不了了吗？现在有点小问题。黑棋下一手是准备挤进来吗？哦，对，啊，他走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我这边。哦，这样，那就是说啊，下一手现在逼着白棋走这个了，逼着白棋走这个。黑棋，黑棋先渡一下吧，黑棋得先渡一下，渡一下是先手。所以黑棋在这个地方啊，照我们现在看，这个渡过以后不太可能会落后手啊。哦，刚话音刚落，就是话音刚落，他连搬都不搬的，搬都不搬，这什么情况？这个气已经数清了吗？气一二三四，那就是什么？这个棋，你就说黑二十，这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是不是很快就要？那现在黑棋，那黑棋没有选了，黑棋只有搬吧。那黑棋只有杀了，一搬嗯。武力这么快就把气数清了，这太厉害了。什么？因为我们需要给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啊。就像这种棋敢下，因为他一定预感，肯定预看到了这个棋是活不了的，被黑棋走是活不了的，那么肯定要形成杀气。其实这个看出这个不难，看出这个我看清。哦，有这个是吗？对，有这个，有这个，有这有个劫，打劫啊，有个劫打劫。啊，这儿有个劫啊，我是觉得有点怪。啊，那是这样。那可能从这儿挤过来。嗯哦，黑棋哇，这个如果接打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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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对挤吃吃吃吃，对对对，形成这个打劫，从后边打劫。哎，那这个啊，鼓励是看清这个图了啊，一吃鼓励是看清这个图了。那么这个十月，我觉得在这提这个可能有问题，他这个计算的有纰漏了。黑棋确实不敢这样，他吃了。哦，那这边怎么办啊？不知道，这边怎么办？这怎么办？嗯，这个怎么办？我现在想问这个问题，我现在都怀疑，等会儿我如果补住的话，再收一二三四。不，气还是不行，气还是这边。一二三四，那是紧气劫。这边紧。紧气劫，但是现在就是看这盘。啊，断。断一下。断。断一下，应该是一个。现在其实就是看黑棋在这儿打吃完了以后能不能活。嗯。如果活不了的话，这个棋就结束了。可以看一下呗，现在还没，也就。只能这样。哦，好像还是有点问题。白棋要想进杀黑棋也有点问题。难吗？这个肯定要走。现在考题还是黑棋要把考题出给白棋啊，就是现在让白棋选择是补这边还是补这边。补这边的话呢，照我刚才看应该是气不够吧，应该是紧气劫。对，齐了，补这边。提啊。王老师，你说会不会就是大家激励的，就是这么绞杀了半天，最后来个数目？那也是细棋。那我觉得照现在看可能性不大了，就是因为黑棋这边的目数收获很大啊，等于我们刚才看白棋尖完了跳下来连走两手，实际上还送了黑棋很多目，对吧？对对对。那么现在白棋如果杀不掉这块黑棋，那这个整个的战役，黑棋就成功了，黑棋是成功的。我突然发现，就是十月今天的这个。策略就是几个战役都是置死地而后生啊。对，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实际上十月它的特点呢就是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太悬了，这样。对，我们因为在平时在训练的时候下快棋也交流也比较多啊，也比较多，就是它的抗击打能力真的非常强。你不要觉得好像下两步棋它就不行了啊，那个结束了不行了。就是我们摆的这个图呢，实际上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基本后续。对，这个棋呢，实际上下到这儿的时候，古力一看啊，没杀着，没杀着，然后这个棋被冲到这儿的时候，古力认输了。啊，对，冲的时候就认输了。对，冲的时候认输了。嗯。好，我们感谢几位的精彩的点评啊，尤其是，这个聂老啊，天马行空、妙语如珠的讲解，真的是，朝闻道，夕死无憾啊。下面我们还是请聂老为我们宣布一下比赛结果吧。
首届 CCTV 贺岁杯金立智能手机围甲超霸赛，最后的比赛结果是90后的猛虎下山，10月获胜。好，谢谢聂老。这个棋局如风云啊，就可以预测，但是有的时候呢，又往往出乎我们的预料。哎呦，鼓励，名字都掉了，这个。这个节目是下的很不好，然后就。他故意的。好，观众朋友，欢迎回来。现在我们也是两位对局选手呢，已经回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好，辛苦了二位啊！刚才你们那个棋呢，我们看的是惊心动魄的啊。来，请面对观众啊。招都够狠啊，都是纳鞋底子，不用锥子啊，真狠。首先问一下古力吧，这盘棋呢，我们在刚才呢一直是在关注啊，感觉，从聂老讲棋，到这个王玉辉，一直觉得你这个一直在处于这种攻杀者的这个角色，那怎么到后面忽然一下就感觉这个局面最后就变化了？应该说这盘棋前面，最前面最前面应该不是很好，但是在这个局部下完，我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优势吧，特别是。在这一带，其实我就是最后这步搬这个败招，我如果走在这儿的话，他这条大龙基本上就危险了。我这步完了以后，水手以后好像后面就要差一点了。应该说感觉一直都挺乐观的，但是最后这一段出现的失误。这个棋局如风云啊，就可以预测，但是有的时候呢，又往往出乎我们的预料。哎呦，鼓励，名字都掉了，这个。这个好，再次，感谢鼓励啊，为我们奉献了这么精彩的大攻杀啊。虽然是名字掉了，但是我们的棋已经是深深的印入我们的脑海了。好，这个还有问题要这个问十月啊，啊，十月，首先要恭喜你获得这盘棋的胜利啊。这盘棋从头到尾，用唐丽的话说，都是核心战役，但是我们感觉你一直是在每一个核心战役呢，都显得有点被动。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开局我还可以，然后就是这个战役下完的话，可能是有点被动，这地方下得很不好，然后后来的话，我这步棋几乎是等于是败招了，如果输了的话，就是应该直接上面只走一个，这个和这交换被一虎出来，这块大龙就非常危险。实战的话，谷歌还没下好，他这个搬一个我肯定就不行了啊，就等于是最后这一点赢得非常侥幸这盘棋。棋局如人生，也是不到最后时刻永远不能放弃。哎，我们也希望你把今天的这个表现呢，能够复制下来，粘贴到2013年的每一场比赛中。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著名的篆刻大师啊，葫芦哥耿云明，他将会把十月的名字镌刻到我们的第一次的啊这个流动奖杯上。谢谢，好，这个您交给我们。好，观众朋友，现在呢，我们进入到颁奖环节，我们有请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刘思明为获得亚军的鼓励颁奖，有请。恭喜鼓励获得了纪念奖杯。好，下面我们有请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副总监张兴为获得冠军的棋手十月颁奖。好，各位观众，我们到这里呢，我要郑重地宣布，我们首届 CCTV 贺岁杯金立智能手机围甲超霸赛到此圆满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的光临，也要感谢两位棋手为我们奉献的精彩的对局，当然也要感谢聂老，感谢唐丽、王玉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我们还要再次感谢中国棋院和金立智能手机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让我们明年的贺岁杯再见。